2013快乐男星香港直通区江南斗星参赛者名单已经出炉啦，究竟边十位可以代表香港挑战全中国？点少得星级评判苏永康、郁可唯同埋伍乐成呢？记住留意5月31号7点喺奥海城举行嘅决战啦，详情请上 now.com。